哎，你这个最烦了！滚！哥，快点找东西来！哦，你好比头，生意敢吃？你个徒步在这个队里先吃，先心里很哦。嗯，哇，啊，真香！哇，嗯，哇，嗯，你尝一下嘛，好看哦。我也从来都不来，我还吃素的，真的不会吃。 习总，早餐已备好。习总，请慢用。习总，今天表现的不错。习总，今天有2亿项目，请您签字。哎呀，就这点小钱，不要来烦我。那项目还有8个亿的项目怎么安排？那你帮我签了吧。 以后订约20个亿，不用过来找我，你们自己决定。好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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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店家吗？我们吃了不服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吃饭别玩手机啦！老妹，吃饭不要玩手机啦！我以后吃饭再也不玩手机了。哇！妈真香，哎呀！妈真香，哎呀！不，你吃这么快？哇！妈真香，哎呀！哎，今天的菜又到位了。这啥子鱼哦，长得好吓人的。咦，你这个粗暴仔吃了多暴野，人家虽然长得丑但是好吃的。哥要不要尝一口啊？咦，这鱼长得那么丑，我下不去求你吃一次嘛。那我先吃了。哦，感觉好吃哦，尝一口啊。味道可以，哇，这个肉好嫩啊，哇，好好吃哦。